是非常在国际上有名的管弦乐团，在7月15号晚上7点半，在我们的体育馆会来为我们建县300的一个庆典音乐会来这个演出哦。那在这个部分邀请我们所有乡亲一起来共襄盛举。当天呢，我们呢5点半就开始让大家免票入场哦。那6点到7点，我们会给我们的这个青少年管弦乐团呢，让他们来这边先做热场。7点半开始正常演出。那演出的曲目呢，除了有古典的曲目之外，也有非常多跟我们像彰化有关的，比如说小城故事啦、鹿港小镇等等，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这个曲目。那欢迎我们乡亲把握机会，7月15号来欣赏具有国际的台北爱乐管弦乐团的一个这个演出哦。那另外的话，刚好7月8号到7月31号，我们刚好有走读艺术节哦，所以也可以白天来把走读艺术节这些装置艺术，我们这些微型的艺术看一看之后，晚上呢，你就可以继续来欣赏我们的爱乐，欢迎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。彰化县二水乡的人，我能够听到说彰化建县300年有庆祝会，非常高兴，觉得非常光荣。古典音乐如果能够欣赏的话，是最好的幸福。它带给我们的欢乐会非常非常的多，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听这个音乐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左边，来看右边，右边的媒体镜头，谢谢你们，非常感谢大家。最后我们回到正中央，正中央的镜头有没有拍照的可以举个手让主持人知道。